在我自己利息吧，就跟你说，银行利息也够我花了。银行利息能有多少啊？说，有那个二百个。天空一声巨响，咱大爷闪亮登场。大爷真不愧是大爷啊，坐下身子一开口就惊艳四座，直呼自个一年在家干多的，每年就能有20万的利息，人家略微一出手就已经是咱们拼搏的极限了。不过这让人不解的地方就来了，都说有钱人玩得慌，但大爷咋就到节目上来求取真爱了啊？上次给你介绍那个，你俩不是当时牵手了吗？没说好啊，是咋的？谈了头天吃完饭，第二天视频说吧，走了之后晚视频，我到家了，告诉我声就完事了。我说唠哥们，到家了明天再唠吧。第一天早上我又去他得打了个电话，我说视频呢还没写呢，一写我说那拉倒吧。完了第二天又打一次电话呢，完了就是说又在干啥了，我说那不同意拉倒吧，他俩就是这么。我意思第二天打电话，我说上那个买卖花花叶子，就这么事儿。想领他买衣服去。要去买衣服去，他说现在赶趟，先不用这个，不用有了。那他买衣不买，出来还不出来，那咋出？我说那咱俩咋出啊？那就拉倒吧。那人家可能觉得这刚认识没有多长时间。那你视频唠得唠啊，唠嗑得唠啊，视频还不愿试。唠还不愿唠，就这么事，那没招拉倒吧。富豪大爷上咱节目相亲也不是一次两次了，可以说是妥妥的老油条，每次节目一播出追着人家屁股后要联系方式的可不在少数。而且上次相亲大爷可是相亲成功抱的美人归了，这下没多长时间人家又联系了红娘说要求取真爱。这会说起分开的原因还真是让人大跌眼镜，毕竟放鸽子的咱见得多了，放土豪大爷的还真是不多见啊。想找个啥样的呀？哎呀，演员都过关的，就是他有医保有没有劳保都无所谓，因为我自己够用，得有医保这样事儿的。看病将来你就过在一起了，吃五杂粮的没有不得病的，得病你能就往回打呼子，这玩意得给你看，主要是这点挺关键。他有没有劳保那是无所谓的，演员过关就行。富豪大爷说起这次的择偶要求，人家的门槛还真是相当的低，直呼对方有没有工资都无所谓，只要有个生病花钱的医保那就没有任何问题。不过人家还着重提到了演员问题，虽然人家六七十岁的年纪了，不过对于大爷来说这点咱倒是没觉得啥子奇怪，毕竟就凭借人家腰包里的实力，要是想估计都能有不少年轻漂亮的姑娘追着来啊。半我就是躺下了，哎呀，在床翻来覆去的，我看到今天早两点多对门有动静，我一听一看两点多还没睡着呢，给我瞅，我寻思咋整，要我就坐起来。后来寻思不知道就啥时候睡着了。那咋没睡好呢？听说今天要相亲有点紧张啊。那相当紧张啊，在考了，哎呀妈呀，这个咋说呀咋做呀，没见过这世面，有啥可紧张的？没啥可紧张的。是啊，但是我这不第一次吗？第一次再说的报名之后没寻你们这么快呀，没准备好。天空两声巨响，咱大妈闪亮登场。相比于大爷在节目上表现的轻松自在，大妈的脸上倒是写满了紧张。人家不同于前者，这可是头一次登台相亲，被两个头还大的摄像机对在脸上，任谁估计都要不习惯啊。九点半大妈就收拾妥当闭眼睡觉，可半夜两点还是辗转难眠，看来是真的紧张激动啊。这一辈子怎样？我这一辈子特别简单。这个婚前，这个家里头还条件还可以，婚后婆家也可以。那说明姨在经济上还是比较充裕的，是不是？就是反正够花。退休金现在能开多少啊？6000多。那确实是挺够花的了。就是够花，留钱也没啥用，有钱不花死了白搭。大妈的条件虽然不比富豪大爷，但也算是妥妥的高收入群体了，每个月的退休金都能够达到6000块，一年到头躺在家里也是能够收入7-8万块。而且人家先前毕竟是从银行退休的，指定也是见过大世面的，这知识水平和为人谈吐指定是没啥的毛病啊。而且人家指不定还帮大爷取过钱啊。你想找个啥样的？就是找一个他财务自由，我呢那个花钱自由。
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啊，其实就是一定要信奉这一条，都是感情不好或是打仗都是因为钱。再一个，我本身想找的话也是说找一个理念相同都能出去旅游走的，是不是？这会说起自个的择偶要求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。大妈本身的条件算是优秀，一个人吃喝玩乐旅游也是完全没有压力，虽然抵不上大爷的泼天富贵，但也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。就从人家这一番话咱都不难看出来，一会见着的大爷两个人的相亲指定是没有啥压力啊。我敲啊，不紧张，不紧张，敲吧。来了，说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啊，用换鞋吗？换换，换一下吧，换一下哈。哎，你在里边换去。哎，又踩出印来了，啊，可以啊。让叔再擦呗。嗯，你好，我姓张，叫张雅丽。嗯，我姓张。你姓张啊？姓张啊？姓张啊？啊，张雅丽。叔，这个那个稍稍有点紧张，然后这个啊没太听清，是不是？耳朵有点背。是，耳朵稍背点。年龄的问题，这个岁数了也正常。对对对对，是。然后那个叔也介绍一下啊。我呢，姓王，我家呢自己有个建筑公司。老保没有，有医保。医保是自己是医保，我不是那个社区的医保，是医保。叫啥名呢？我叫王泽杰。真是冷灰里爆出热栗子，意想不到啊。红娘领着大妈刚推开门，两个人刚握手，正进行到介绍的一步，结果大爷连叫啥姓啥都没说呢，就直接胡同里赶猪，直来直去，直接就曝光了自个的身份，直言自个之前是公司老总啊。这话一说出口，都给红娘整蒙了。虽然说实力是男人最好的名片，但也不是这样用的。他这个手挺干净，嗯，这个挺利索的。嗯，那就老房子，你咋收拾也看着就是东西多似的。姨对叔的印象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挺坎坷的。啊，嗯。演员呢？演员过得去吧。姨一进屋，你对姨的印象怎么样？行。啊。一看就挺高，大眼睛，双眼爆皮的。嗯。就是瘦点儿。嗯。瘦点儿，这人吧。瘦不是毛病，没毛病，瘦不是毛病。咱看这么亲事也是铁头戴了高帽子，保险的很呀。都说相亲演员占一半，这回大妈参观了人家的房子，第一印象就是觉得对方是个干净的敞亮人。演员评价虽然不算优秀，但那咋说也已经是过去了。大爷那边的回答可以说是基本认定了对方啊，毕竟钱和条件啥的忽略不计，对人家阻碍最大的就是长相了啊。在什么单位呢？我银行退休的。哪一行？什么行呢？这个不方便说啊。这个就银行，国有银行。叔说，反正我还有点存款，没准儿被不搁你们行搁着呢，是不是？搁哪儿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。这个都退休了，他搁哪儿都是搁着，是不是？对。多少他有这知识，有知识人吧，还是越说有知识人好办。花销方面、经济方面，你不要担心啊。我主要担心经济方面，经济其他的都不担心。另外吧，你自己工资你干攒，我的钱咱钱够花，说真话，你要旅游的话呢，我去过地方我不去，让你去我给你拿钱，完事了吧，行吧？你都去过哪儿啊？我去泰国，越南，那个台湾，这三亚，还有长沙、张家界，都溜达溜达。姨就是特别希望我找个对象，然后两个人能一起溜达溜达。内蒙的那个大草原，你去没去过？那没去，这内蒙没去，因为我感觉离的是挺近的，就不溜达，可远的溜，近的随时就可以去了。这会聊到大妈的工作经历，人家这一句保密不方便说，倒是让红娘忍不住笑了。毕竟像土豪大爷这种体格的，虽然在上流社会是比比皆是，不过对于咱一般的大爷。已经是拼搏一辈子的极限了，算得上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了啊。红米直接就开起了玩笑，直呼说不定大爷还是人家的客户啊。这回坐下身来又聊到经济方面的问题，那咱看人家完全能够把心放进肚子里啊，旅游逛街买包包啥都不是事儿啊。这个是油的还是电的还混的？那个油电的，我儿子那个有车。你没有车？我没有车啊。你没有车？我儿子你只是有车票。
你要是行的话呢，咱俩能出这趟呢，我你后你那是啥车？姨现在也没有车，就是你俩将来真能走到一块儿，你俩可以说喜欢啥样的，你俩再共同买一个也是可以的，对对对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对对对对，完全可以的。没有车呀、没有车，他就是觉得你要是有个车的话，你俩可以留着。他会开，他开起会开，过年我就买一个。过了年就买车呀？那过年买一个那是无所谓事儿啊。过年买车买个油带混的啊，那挺好，那车还是省钱。唠到旅游这块，叔也是有这个同样的打算，是不是也挺好的？对对对，是、还挺合拍，挺满意。嗯，还行。你觉得叔性格怎么样？性格挺好。就主要是对我看见，就是如果成了的话，这个对我各方面都能有力的支持。真是司马懿扶诸葛，甘拜下风啊！前头聊到了旅游的话题，大妈也是好奇心上来了，询问人家开的啥车，大爷也没有扭扭捏捏，如实回答，表示现在还没有座驾，但不过这对人家来说完全是掏掏腰包的事，别说宝马奔驰，就算是帕拉梅拉，人家也能完全给到位。大爷算报纸的讲究人。是大眼睛一看，这个昨天晚上我一没睡好，今天还憔悴不少呢，要不然那气色比现在还能好点，昨天紧张了，两点半才睡觉。我一看我这是几点了，我这咕噜还没睡着呢，拿手机一看两点半。你这么得这么说吧，我这脾气吧一般都能合上来，性格上都能合上来，就特殊的那合不来的那咱也没招了，我跟你说，对，我一般都能让得过去。啊，吃，行，别客气，不是不客气，这一吃一会儿吃不下饭了，他们也都没吃饭呢，我寻思一会儿没吃饭，一会儿咱吃饭店，请他们吃饭，吃饭店，他们也挺没没吃呢，这是吃饭店，嗯，今天别不要着急，吃点火锅，行吧，吃不吃那玩意儿？我吃，那点我带，得了带那个，带两瓶那个小二两的。行，那一人一瓶吧。哎呀妈呀，我姨说话也太敞亮了，一瓶了。不是，要不得行，二两行。这咱俩挺对撇子，挺对撇子。行，那一会儿再喝点。行，能对撇子。咱俩性格，我看说话唠嗑能喝上来。真是端午节吃粽子，皆大欢喜啊！两个人聊到现在，可谓是没有生出一脸的嫌隙。大妈想要的物质生活，大爷全部都能给足；而大爷想要的演员长相，大妈又能够悉数符合。爱情靠争取，为爱不放弃。土豪大爷竟然直接就张嘴表示要邀请人家去饭店吃饭，而且就瞅人家这架势，头一次见面竟然还要喝上点酒。果然，这爱情的火花还真是来得快啊！人说是说话谈吐啥的都特别的通透，挺好的。满分满的话，你能给叔打多少分？咋的也得98吧。98分呀、不低了啊，是不是？但是还差两分，差哪儿了呢？差两分啊，就是还得有一些细节还得唠啊，有时候这个有没唠到的，光一高兴那忘点啥，是不是？现在这年龄。有时候当时想不起来，过后想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就给自己留了点空间和余地，但是整体上很满意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那想要跟叔再继续了解了解吗？再了解了解。他朝若是同林雪，此生也算共白头。相亲临近尾声，眼看大妈迟迟没有表态，红娘也是问出了人家心里的真正想法。大妈就平心而论，大爷无论是性格长相还是经济条件，那都完全能够满足自己的诉求。这回之所以打了98分，剩下的2分完全是为了给自己留余的啊。俩呢共同喝一口。祝贺你们啊！那我这跟不跟一口啊？跟一口。好好好，以水代酒啊！祝福你俩啊！谢谢谢谢。哎呀，叔，这个身边有喜欢的人陪你一起喝酒，啥感觉？那相当高兴了呗。那啥呗，咱们再喝一口，这一杯敬你俩一见钟情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好。